动物园里有提供游客列车，单趟只要5块钱，可以刷悠游卡，也可以投现，但要自备零钱，它是不找零的。沿路都是上坡路段，不想消耗太多体力的人，可以从列车总站坐到鸟园车站，再慢慢散步往大门的方向走，这样会比较轻松哦。